在75页哈，世尊就告诉普眼菩萨以及大众哈，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如来成佛的修行见次啊，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啊。那在76页哈，一开始这个方便是什么？其实它就是戒定慧啊，有没有？比心学菩萨啊，就特别讲哦，心学菩萨还有末世众生哈，应当正念远离诸患啊，有没有？应当正念远离诸患，就是又在强调这一套的修行方式哈，是远离法啊。前面不是讲到要知患即离嘛啊，离患即觉，好，这个即呀很重要，其实它就是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有没有？所以这个歇哈，就是离，离就是歇。好，那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次第呢要怎么开始？好，开始哈。所以他讲啊，哎，我们先开始呢，依着这样子的修行，如来奢摩他行。这个奢摩他是依心的本体，依清净心来修行的一个方式，所以戒定慧次第坚持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就是你所有的染缘都断除，不杀不盗不淫不贪不嗔不痴，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戒啊是帮助我们生定的方法，就是断除外缘，断除攀缘啊。然后接下来呢，修定。安处途众，就是要有我们讲的那个同行善知识，有没有啊？大众一起啊，能够安住安居啊，然后厌坐静室，这是修定嘛哈、啊？静下来厌坐啊，厌坐就是安静的啊，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哈。啊，所以每天呢，就在这个修行当中呢，要给自己一个修定的时间啊。那定是为了要怎样？要起慧观，要有智慧哈。那这个慧观哈，是要破执着的哈。所以有两个，一个叫做我空，一个叫做法空。啊，我空是什么？我要观察什么？我观察我自己的身。啊，身是什么？四大假合。我的身啊，你要远离我的身啊，要破除身见啊，你要观身无我。那怎么样无我呢？身体呀、啊，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这个硬的部分呢，是归于地，地嘛，哈。好，唾涕呀、啊、脓血这些大小精液呀、啊，全部都是水。是不是啊？这水性哈、啊，好，温暖啊，这温度，身体是啊37度、36度这个度温度哈、啊。好，火气好大哦、啊，天感觉很热啊，或者是全身发冷啊，这个温度暖啊是归火大，然后会动啊，你看有的人动作很敏捷，有的人动作很迟缓。哦、有人这个筋骨呢，哇，硬邦邦动不了、哦、有的人很柔软、哦、可以劈腿、哦、所以呢这个动转、哦、是属于风、哦、那这个四大和合啊，其实就是就会知道哦，原来呢把地水火风呢一观察了之后，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是假的，就是这一些元素组合起来的。因此呢四大各离的话呢，这个妄生啊其实没有的、哦、这是我空观、哦、我空观先从我的身开始观、哦、这个身的观、哦、比较明确的、哦、因为你观察你自己的身、哦、比较没有那么抽象、哦、
好，所以四大个理，今者妄生当在何处，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生，好，这是破了身见，破了身见，即知此生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这是生的如幻观。接下来呢，还有心嘛，那我们的心有什么，妄心有什么，是不是受想行识，有没有，好，受想行识，那怎么来的？受想行识呢，最明显的是想。那我怎么会有想法呢？我怎么会这样想？然后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好，很快乐是什么感觉？很兴奋是什么感觉？好，有没有？好，那刚才呢？哎，那个新灿法师有一个小帮手来帮你的。你有很快乐吗？啊，有吗？没有哈。啊，你有很那个有一点觉得好像你的工作被抢走了吗？然后也没有哈，就没有感觉，是不是？啊，那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呢会引发我们的感受哈，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想法。你看，我们现在呢，哦，要来做这个法会呀，哈，要来拜佛，哦，你那个想法就开始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有没有？哦，要怎么规划，怎么样运作，怎么样安排，哈。那我负责，我是煮饭的，哎，我就一直在哦，这个一道一道的菜色上赶快列菜单，哦，赶快呢去想，好。那我是负责文书的，哎，我就一直在想，哦，这个文书方面，我是负责电脑的，哦，我负责美工的。每个人都是有一个事情可以想嘛，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四缘假合，妄有六根。我们身体是不是组合起来之后就有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就有六根。那六根跟，哦，身体呢，诶，合成了之后就会开始凝聚一些气，叫妄有元气于中积聚，似乎呢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动，那个心啊，哦，是不是在动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有一个东西慢慢要成型了，想法是不是有一个成型。你看我们说啊，现在如果变成，哦，拜佛拜忏的法会现场，诶，你就会有一个想象，想象什么，以前法会是长什么样子，哦，那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的，要做这个须弥山长什么样子，好，我们要建道场长什么样子，我看过教堂是什么样子，庙是什么样子，哦，那个什么山是什么样子，我看过的是不是就跑出来，好，那个影像是不是跑出来，好，我要想什么就会出现那方面的讯息，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好像有这种在凝聚一些气在流动，好，似有缘相于中积聚，好，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过这样，什么哪一段，就是，啊，怎么样认物中迷，好，会昧为空，空会暗中，觉暗 成色、啊，色跟妄想想象为生，所以会怎样聚缘内摇，有没有？你要规划是不是要，啊，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然后把它累积下来，然后你看接引法师刚才呢就去拿那个扣铃啊，记，好，哎，平常这个整山都是，可是你不会想到要拿来做什么，你就是看一眼，哦，就是一个草啊，哦。现在呢，满山遍野都是须弥山的花，有没有发现呢？因为你要做须弥山，所以你就一直在想要去哪里采花，花材在哪里？哦，满山遍野有没有？哦，这个也可以拿来用，那个也可以拿来用，你就会开始收集累积。好，然后你如果是要喜欢吃的啊，你会发现满山遍野都可以吃，有没有？这个也是菜，那个也是菜，哦，这都可以吃哈，哦。那你如果是学医的啊，你有没有发现满山遍野都可以怎样？都是药材，然后每个都是药材哦，哈，哦。那如果呢，你是要来啊，哦，花艺组的，你有没有发现每一种都可以拿来供佛，有吗？因为前几天不是有接待，几个客人，重要客人来，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法师们都在插什么？路边的野花不能采，还不是采来供佛了，有没有？好，那哪叫野花？那是我们种的哎，啊，是不是？好，所以你看这个平常的在路边长的花，看起来不起眼，哦，被我们一拿来供佛一摆，哇，气质非凡，啊，那比买的还好看，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心中呢会有一个图像，会有一个样子，那这是不是一个气？啊，就是一个像哈。啊，所以呢，聚缘内摇去外奔逸，就有一个像出来的。你说啊，这是我想出来的，啊，想出来。所以我们的想法里面是有颜色、有形状、有声音、有味道，有没有？啊，我们光是去想说啊，我现在呢好想要怎样？哦，吃一个什么啊，这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哈，啊？你光是想到那个味道啊，你就会有味道跑出来，有没有？你去想那个味道就有味道，啊，我想要吃一个甜的啊，我也想要吃一个咸的，想要吃一个酸的，想要吃什么辣的，酸甜苦辣是不是就跑出来啊？你没有吃到啊，可是它为什么会有？你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六尘缘影，有没有？好，六尘缘影，好，所以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有吗？你要有东西可以想嘛，然后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有没有？六尘。好，但是呢它是真的吗？啊，如果是真的应该想出来的都一样，结果都不是，有没有？同床异梦，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每个人觉得美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喜欢的样式都不一样，有没有？好，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心中的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所以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啊，四大分解的话啊，无尘可得，于中缘尘各归散灭。好，毕竟无有圆心可见，就是如果你把根本性的东西没有我了之后，就没有它那个没有一个处所可以累积呀，啊，有没有？如果没有我，怎么会有我想呢？好，所以先要除掉我啊，才会除掉我想嘛。那，啊，因为我们有我，所以你就会有我想，还有我所有，我的，有没有？那如果没有这个我的根本观念的话呢，后面那些都没有意义啦。好，没有我怎么会有我在生气呢？没有我怎么会有我在开心呢？没有我在没有我的话，怎么会有我贪呢？好，所以呢，这是根本的哦。所以第一个我空观，第一个我空观哈，好，那再来呢？第二个呢？哎，法空有没有？幻身灭故，幻心亦灭，有吗？身先破嘛，身见最很难呐，哈，身先破啊，好，心就破了哈。幻心灭了之后，依着尘而起的心没有了，那个尘就没有了啦。有没有？因为没有那个心去攀缘尘，那尘没有意义啊。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去读它，它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它对我们没有意义嘛。好，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娑婆世界好或不好？因为我住在娑婆世界，所以我会一直去跟他互动，跟这个世界互动，所以就会有好或者是不好嘛。啊，我喜欢娑婆世界跟不喜欢哈，都是要你对他产生看法嘛。好，那至于他是好还是不好，就不一样了。有人住在这里住得很开心，有人住在这里住得很痛苦啊。所以对佛陀来讲，这个地方是什么世界？这佛陀讲啊，
哎，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啊，是华藏世界啊，很清净很庄严啊。哎啊，为什么我们同样住在这里，我怎么都看到娑婆世界啊，很痛苦啊，每天打开媒体一看，哦，全部都是灾难啊，哦，很恐怖耶，是不是？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就是看你怎么读它。然后我们看电视，你看哪一台啊，你看到的是灾难，每一台都是灾难，有没有？好，是不是？因为新闻要播的就是灾难啊。好，现在大家最注意的就是疫情啊，哦，很恐怖啊。好，是不是这样？可是这个世界只有发生这个吗？没有啊，还有很好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不去看它，你就觉得好恐怖哦，很危险啊。好，所以看你怎么读。如果你不去读这个讯息，你读的是另外一个讯息，你所出现的世界就不一样啊，那个层就不一样。你转另外一个频道，你看到的就不一样啊。所以幻心如果灭的话呢，层就灭了。那既然层灭了，所以心净则佛土净，有没有？心净则世界净，心不净，这世界也就不净。为什么？因为你在读这个世界啊，你在分别啊。好，幻成灭故，幻灭亦灭啊。那这个就是整个啊，最后呢就是什么？如果这样子的话，远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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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身是假的哦。分析了之后发现四大假合，所以远离嘛哈。那身一旦远离了身之后呢，你破了身的执着了之后呢，你的心就远离了。你的心远离了之后，跟着心攀缘而来的那个尘就远离了。所以这里讲的远离的心哈，心那个远离的心是真心还是妄心？远离的是妄心哦，有没有？那妄心对妄境界，是不是妄境界也远离？所以六尘也远离，六尘远离，妄心妄境界通通远离了之后，他讲什么？最后幻灭，所有幻灭的这种状态呢都灭了，剩下一个不是幻的那一个不灭，那个是什么？真心还是幻心？妄心，真心。所以非幻，不是假的的那一个不会灭。在什么时候会你会看到会发现，就是所有的假的全部没有了，全部远离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不生不灭。好，听得懂吗？好，所以魔就像魔镜哈，镜子什么时候干净？就是所有脏的东西都没有了，擦干净了，那个镜子的本来的干净，它自然就现前。镜子 是不是本来就干净？它本来就能照嘛，它本来就能照，只是它被垢遮蔽了。所以你说哇，镜子都照不清楚，照不清楚不是因为镜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垢。所以你把那个垢把它去掉，去垢，那镜子本来就是明啊。好，所以这《楞严经》里面就讲啊，生灭心灭，菩提心现，菩提心不需要去求来，只要怎样，我们不随着生灭而生灭，不随着起舞，好，狂心 不要再狂下去，不要再 发狂，不要再一直去加强它，你菩提心本来就具足，是殊途同归，不管修什么方法。好，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就讲到哈，第一个阶段就讲修行。你要讲次第好啊，就是什么戒定慧，有没有啊？戒啊，他没有讲戒很多，他只有跟你说持清净戒。好，那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你就再去研究那个持戒的吧啊。这圆觉经呢，主要在告诉你观，你要怎么去观嘛，怎么修。所以慧呢，就是两个啊，观我空，然后呢法空，全部都是用远离法
哦，只是你说还要再去分析的话，那你就 把身体拿来分析分析地水火风，的确啊也是如此哈。哎，慢慢的呢，当我们的身心啊都是这样子去啊起观行的时候啊，你就会真的去看到，哎呀，我们这个身真的是假的啊！啊，所以当我们真的去修这个观啊，啊，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清净。你不修这个观呢，每天就是要吃饱睡，睡饱吃，要把它弄舒服。你只有在感官上一直不断的满足，你没有办法清净啊，因为你在加强那个妄嘛。好，所以呢，这是在讲哈，当知身心皆为幻垢啊，你要把这个垢染哈去掉，你一定要起如幻观，好，要舍掉这个执着，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哦。好，接下来哦，他就在讲哦，这个清净啊，实在是很厉害哦。你只要开始清净哦，它是成片的，连带性的影响哦。好，所以他讲哦，譬如摩尼宝珠，这些景象怎么来的？摩尼宝珠呢？宝珠本来就是没有形象的，有没有？可是呢？不懂的人你就看到摩尼宝珠什么色都有、哦、其实它本来没有 影像，但是它是被怎样外面的境界呢呈现出来的、哦、所以他以为啊有这个五色，什么五色？五蕴，五蕴啊，我们的心是这样无形无相，可是呢、哦、如果你要把这些所有的累积的这些假的法、哦、当为实有的话，它就有。我的身是真的吗？有啊，好痛 哦，很舒服、哦、那身心的状态、哦、它是有，但是其实它是假的啊，我们却又很少一直告诉自己是假的，所以等到呢很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说这是假的就很难啊、哦、上次有一个居士啊， 他生病，那生病呢我要安慰他、啊、那安慰他要怎么安慰？生病的人要怎么安慰、哦、很难耶。你生病的人在痛苦嘛，生病的人面临死亡的威胁嘛，那你要怎么安慰他？你不可能安慰他说、啊、不会的，你不会死的，你会好的，那个都是骗人的啦，是不是？可是你跟他说你一定会死、哦、那也是很残忍啊。人真的人都是会死的嘛，可是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讲这些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说刚刚好呢，趁这个生病的时候，反正躺在那边等着休息，等着怎样，等着治疗，治疗完就是打完针也是要躺着，然后手术完也是要躺着，反正你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嘛，你要恢复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那这时候只有什么能用？只有你头脑能用啊，只有你的观念能用啊。你如果还清醒着，是不是？然后身体都不能动了，你什么都不能做啊，你拜佛也不行，打坐也不行啊，你只能修观行。好，那你如果一直念佛，平常有念佛的习惯就念佛最好，你又可以念好多佛，很专心念佛，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很专心念佛，对不对？哎，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也就是平常喜欢听佛法的、啊、你就刚好修空观嘛。身体痛你就是要修身无我，否则你一定还是继续就在那个苦痛当中，你没有办法改变啊。好，但是事实上呢，当你在痛的时候来得及修吗？好，我们要问新传师，你痛的时候你有修空观吗？照痛吗？痛的时候呢，就你看前几天那个长正法师牙齿痛，你趁那时候要痛问痛的是谁？没有啊，我们就赶快去找医生，快点，好痛哦，消灭这个痛，对不对？
是我们去消灭那个痛，而不是消灭那个痛的源头。谁去感知那个痛？谁觉察那个痛？就我嘛。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起观啊，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啊。平常都没有起，没有去修这个观，你临时要他们躺在那边哦，已经快要死了，你这关不起来的啦。是不是这样？平常好好的都也关不起来啊，坏坏的时候也关不起来，那到底要怎么办？那就没有用嘛，是不是？就会都没有用。老实讲哦，听不懂是其次的，没有用是问题呀。听懂的也不会用，也不用，那就没有用啊。所以呢，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这个叫愚痴啊。因为愚痴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身心是空性。那如果照这样讲，是不是每个都愚痴人？我们以为就是那个智商不好，像我很聪明啊，还是愚痴？不是。不是聪明就可以决定你会不会解脱。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你照样啊。就是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真的去成就。所以圆觉净性，这个清净之心啊，它像摩尼宝珠一样，身心是幻的。它既不是圆觉净性身，它不是啊，它只是映照而已啊，随类各映啊。就是心在一只蟑螂身上，它就变成蟑螂的身心啊。蟑螂不知道它有心，所以呢蟑螂就执着我是蟑螂，我要活着，有没有？可是如果你不是蟑螂，你看着那只蟑螂，你就觉得它很悲哀啊，这么丑，为什么要执着自己呢？你了解吗？那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如此吗？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没有啊，是不是？又长得不怎么样啊，是不是？也不是上六金身，也不是相好庄严，只是跟更丑的人比起来比较没那么丑而已，是不是？还不是一样，只是我们只是自己一直不断的去安慰自己说还不错啦，可是事实上真的是可厌的啊，每天都这么臭，每天就是那个样子，就很难用，叫他呢不要睡也不行，叫他不要吃也不行，是不是？是每天要照顾他，他的功能很少的，是不是？可是为了要活着，你要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得到少少的快乐，你看那个生病的人每天就是哀呀，他唯一呢就是刚刚打完针的那时候不痛，其他时间呢就是又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痛到死，你看这很可怜。所以我们的身体败坏的时候，你就是你能够求什么？你就求无病无恼安详往生就好了，你不要在那边挣扎，你看很可怜啊。可是谁不痛呢？每个人都有，你都是啊，四大分散的时候如风刀卸身啊。是不是？你就是像那个刀啊，就把你分尸一样啊，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那个就会很害怕很痛苦，你完全没有办法起正念啊。所以平常没有去修这个观行的时候啊，你真的是临到要面对这个悲痛苦痛的时候啊，病苦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堪一击。所以为什么修行人带三分病？因为你有一点点不舒服，每天就在那个不舒服，你比较有无常感啊，你会觉得哎，对啊，我这个身体实在是很不需要去执着它，因为这个就很烂啊，就很烂啊，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爱自己的身体，就有就好了，还可以就好了，维持一下，哎，可是世间人呢，他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就不要讲这个世间人，那个他差太远，修行人也很多都不知道，
每天就在研究要怎样更健康、哦、很困难啊，你做什么都很困难、啊、只有唯一抢在身体败坏之前赶快开悟啊，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人能解决你身体会痛的这个问题，四大分散的时候没有人能解决，只有禅定跟解脱可以解决，就是这样啊。那我们没有急迫感是因为还没有痛啊，还没有到要死啊，你在等到 要的时候你真的都来不及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定力自己知道啊，不堪一击，是不是？平常啊，哦哇，听了很多佛法、哦、真的、哦、遇到境界能用上的没几个，没几句用得到，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听啊、哦、就是听听，而没有真的把它放到心里、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讲圆觉净性随类各应、哦、就每一个人都是展现出他的我啊，在不同的人身上，你看那个世界上怎么那么有趣，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人，你看每一个人明明就是心，为什么每一个都不一样？一生嘛，有没有？同一个家庭每个兄弟姐妹也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双胞胎也都不一样，好，是不是？很奇怪，人就是完全都不一样，形形色色都不一样，只有一个状态会是一样，就是当你证到初地以上的法身菩萨全部都一样，那个叫同生，都同样的，因为它同样都依据什么真如而起作用，所以这时候全部都一样的同一。好，那只要还没有到初地之前，全部都是异生嘛，就异类，每个人都异类，随类 各应。那但是呢，你不知道其实是心展现，心呈现出来的假象，你不知道是幻的，所以你就以为那是真的，所以我很重要，我是真的，你要重视我，我很棒，我很好，因为这痛苦吧，自己找痛苦啊。好，是，那我们会这样子会被这些困扰呢，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其实比较愚痴，智慧没有开，智慧没有开就会依据这个我一直不断争，什么都要争，人争一口气，有没有？什么佛，什么佛争一炷香，谁说的？ 是不是？谁说佛要争那一炷香？是不是？这就是人写的。你看佛咒，那为什么？其实啊，不是佛要争， 是因为那一炷香是谁供的？是不是？是不是？你不最后还不是你就自己？说穿了都是为了我啊。所以由此不能还于幻化，你就是没有办法还原，你没有办法回复你自己的清净哦，很可惜。因为只要你不追求哦，你会看到你自己的清净，哎，这实在太厉害了，这个修行方法。清净不是求来的，清净是停止错误的追求，你就清净了。好，有没有？所以呢，是故我说身心幻垢，这是愚痴的人不懂啊。好，懂得这件事情的人叫做菩萨，所以他讲对，有没有？对前面那些愚痴的 观念呢，对于这些愚痴的人呢的这种境界错误的执着而出现的对应的行为叫做离啊，对离幻垢，离幻垢 之者、啊、离幻垢者叫做菩萨。好，所以这里的对就是对刚才以上不明白的状态，好，我起了一个对应的修行方法，前面是执嘛，现在是离，是这样。好，所以说明菩萨垢净对出， 你是因为反向操作，哈，
你现在执着，执着什么？我们练习什么？我们自己先问哦，我爱什么？有没有？你先练习什么？修行就是这样，我爱什么？爱吃吗？你先练习不爱吃。好，爱睡吗？你要先练习什么？不爱睡。好，你爱念经吗？不爱，先练习爱念经。爱打坐吗？不爱，先练习爱打坐。你要先从怎样？你不爱的把它变成爱，修行啊。你爱的这些五欲，你先练习不爱，叫做对嘛，有没有？所以我们是不是以前在家你爱的那些东西出家之后都要舍，你要练习不爱嘛。那个不爱是你要真的知道它不可爱，否则你只是暂时的，因为我在这里被限制，所以不能爱，不是不爱，不能爱跟不爱不一样，听得懂吗？好，是啊，那个啊，这有人拿零食给小师父，小师父说怎样？你说什么？不要拿这个东西诱惑我，这是没有用的啊，有没有？就是哎，如果他的答案是我不能吃，医生说我不能吃，是他想吃吗？好，给他的人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对不对？吃一次，偶尔吃一次没关系，有没有？那他会不会说真的吗？太好了，所以那个是外来的，不是他不爱，是他不能爱。那如果说哎，你不用拿那个东西诱惑我，因为我不爱，这是没有用的，那是不是他是真的不爱？好，是就真的不爱。所以其实戒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它是真的不好的，它只是暂时约束你，不能够彻底解决，因为你没有远离它。好，只要人看不到的地方，好，只要那个规范解除的地方，规范不到你的地方，你就来了，那个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离的观念。好，到我们刚刚开始的需要对着镜，对着自己的执着去修反向的，对不对？可是呢，到没有执着了之后，那一个反向的那一个动作也要除，听得懂吗？好，我们说的一切的法都是方便嘛，是药，病好了还要不要吃药？就不要吃了，那个药可以不用吃，停药了，因为治好了，叫垢净对除，那个对，我对治法门就不要再修了。好，这叫什么？虽念无有能念所念，我念佛念到最后呢，没有念佛之人，没有所念之佛，能所亦如。打坐刚开始要打坐，到最后呢，随时随地都是保持一直心，一行三昧，这是真正的打坐，没有入定，没有出定。我起观行刚开始有觉，最后呢不需要再起一个觉，本来就在觉，听得懂吗？好，所以这是就是到最后垢净对除啊，就没有对垢及说明者，没有那个垢啦可对，因为垢本来就假的啊，也没有这个在修的这个人呐，所以呢，他讲哦，这个时候哦，这修行哦，到这时候你那个清净心现前哦，有没有？我们刚才讲生灭心真的彻底的灭的时候，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现前呢，它的现前是怎么样现前？他就来告诉你，接下来这一段就在讲无方清净。什么叫无方清净？无方就是没有界限的清净，整片的清净。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刚开始从根尘世，有没有？好，这个世界开始清。所以我们在
有的人 会发起那个净滩活动，有没有？要去海滩啊，捡垃圾，有没有？好，要先从这一块海滩开始清净。我们现在在发起什么？净化世界的清净，净土活动，啊，净化这个世界，让全世界都清净。你要从哪里开始？从你的根开始清净。好，所以它一片一片一片突破出去哦，叫做这个叫做无方，就是到最后会遍整个世界。然后它还有什么？一世界清净之后，就多世界清净，有没有？你还会影响到隔壁哦，好，三千大千世界都会被你清净哦，所以这是很厉害的这一招哦，哈。我们来讲啊，来看哈，无边虚空觉所显发哈，好，开始哦，觉原名有没有？就是开始，就是先从我们起的觉照，觉清净之后呢，心清净。心清净之后，你所见的世界见成，就是眼睛看的世界清净的，见清净故眼根清净。好，根清净故眼识清净，根成识清净的哦，眼根有没有清净的哦？好，从眼根开始清净，我们要先练习。那我们还没有练习到眼根清净之前，是不是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顺眼，有没有？好，看到那件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觉得眼睛很难过，很受伤，有没有？好，这就是什么？眼睛有业障。海涛法师不是讲说眼睛有业障吗？啊，是眼睛有业障哈，就是哎，你为什么看到的都就是怎么会都会看到这个不好的？因为眼睛不清净。好，先练习眼根清净。那怎么看？哦，我们通常呢，就是看到 不好的境界都怎样？眼不见为净，哦，没有，眼不见它还是不净。哦，所以你自己就要先从什么？你看到了之后呢？哎，回来，为什么你看了之后认为它是不清净？那个认为，那是问题。就是你的心去解读它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它是不清净的？那个觉，所以这边讲到最源头，其实是那个觉。你要从你的心分别开始去改，而不是从眼睛要不要看。好，所以觉原明故啊，心清净之后，好，眼是不是清净的？接下来呢，眼清净的，哎，闻尘也清净，然后就耳根清净。这个耳的眼跟耳哈，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哦，有没有？你说眼耳，其实到最后呢，眼耳鼻舌身意其实都连在一起，只是说我们先从其中一根开始修。好，其中一根，你觉得你耳朵比较容易哈起烦恼心？那你就先从耳根开始修，耳根也会通到眼根，好。可是有的是眼根开始修，所以你就不管是眼开始修还是耳开始修都可以，它是相通的，好。那我们的心清净了之后呢，眼耳鼻舌身意都清净，所以你的六根是不是清净了？这一段其实就在讲我们的清净六根的修行方法。好，清净六根第一个哈，好，那接下来六根清净的啊，好，就会怎样？世界就清净了哦，好，所以色声香味触法清净的，根尘有没有清净的？啊，根尘清净的哦，好，所以这个世界呢，十二处、十八界、三界、二十五有清净的。好，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觉哦。好，现在呢，推推推推，先六根先清净的，六根清净了之后，哦，世界清净了哦。世界清净了之后呢，哎，我现在看到的清净是我的范围嘛？可是我没看到的范围开始扩大扩大扩大，所以这个世界十八界二十五有都清净了哦。
好，都清净的。好，啊，这个世界清净的，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诸道品清净。这是什么？这是清净的世界也清净。佛陀告诉我们的净土世界也清净，娑婆世界也清净，啊，出世间法也清净。所以这时候八万四千法全部一切清净，啊，那这中间就是什么？就是一直清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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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整片都清净，啊，好，再来呢，一生清净，然后多生清净，什么意思？不是你只有修行，不会只有你清净哦。你清净之后，你的家人会不会清净？会哦。跟你一起修行的师兄会不会清净？会哦。好，跟你有缘的众生会不会清净？会哦。好，那如果你清净，你影响的十个人清净，这十个人有没有他另外的缘分？是不是十个再去影响十个，十个再去影响十个，可不可以变成重重无尽？有没有？所以不会是我一个人清净而已哦。菩萨的清净是整片的，会带动的，它是连贯的，因陀罗网的。好，因陀罗网哈。好，所以这个互相影响这件事情哦。我们就要变成什么正向的影响，好，要让自己是，我就是发散啊，是我就是对着宇宙发功好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哎，有一些那种很奇怪的修行方式啊，啊，什么台风要来的，他们就一群人跑到山上说对着那个台风发功，不要过来，这样哈，是不是？哎。这听起来很诡异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意念嘛，只是他的方向错了啦。他干嘛要对着那个发功？他要对着什么？对着人心发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灾难会来？被谁招赶来的？是我们的心吸来的啦。那你把心被心吸来的那个坏的东西，说叫他怎样？把它驱散驱魔，叫他不要来，哦，不对，你要是谁叫你来的啊？有没有谁把你叫来的？你要把那个源头把它给剪掉停掉，它才不会再招感嘛。所以苦集灭道的集，有没有招感性集合？你怎么招感这样子的人来啊？哈，你怎么会招感这种境界来？你也吸这种人来，因为你的心没有整理好。如果你的心清净了，我就只管发愿，我就是发正确的心，发正确的念，会不会好？贪心招什么？好，招贪心的人啊，贪心招恶鬼啦，都是鬼啦。有没有嗔心招什么？要招地狱啊，招修罗啊，啊，愚痴招什么？蚂蚁都是我们的愚痴招来的啦，老实讲啊，是不是？我们一直要除，一直要除，你清净嘛，你的心啊要清净啊，不要起这些杂念烦恼的念头嘛。也是同样的，都要去发心，去怎样？好，去发心去改过改变，身心清净，整个世界就清净。那你不要说啊，可是现在身心就是很世界就是很乱啊，你叫我怎么起清净心？你不要管嘛，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懂这个道理呀。我们现在懂了，我们可不可以开始相信这件事？如果连我们听到这个事情你都不相信，那请问这世界上会有人相信吗？就不会嘛。你先从听到，我今天有这个因缘听到这一部经，表示我们是可以成为第一批种子，
我们就是那个圆觉菩萨，你都不相信，那你何必听呢？那你之所以会听到，就表示你其实是有这个资格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开始相信的，所以你会招来佛陀告诉你这件事情嘛，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谁要相信他？听到的人当机众嘛。那我们自己身为佛弟子，我们听了佛陀这样说，你都不相信，那你怎么做？你就不用做了啊，你不可能每天就抱怨就好了，你就每天就抱怨说啊，现在末法时代了，难修行了啦，啊，没有人要修，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就是你啦，没有人，那个没有人就是你啊，因为你都不修嘛，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所以这里讲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乃至十方众生缘觉清净。度众生怎么度？不是去说服他，你要先说服你自己，你要说服啊，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我先从我自己做起，我深信不疑。你不要管别人相不相信，一定会跟着你相信，是不是？好，一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啊，如是乃至净于虚空，缘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是不是以前呢？我们都不知道《华严经》要这样子念嘛，念了100遍，哪有可能？现在有没有可能？哦，现在我们那个第一名的已经500多遍了，我真的是太厉害了，500多遍呢！你看那个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纪录要去登记，好，这全世界就只有他一个，他不可以死啊，要不然就没有了，哦，是不是？是，哦，这个老人家是宝，国宝哦，哦，是国宝哦，啊，老人家刚来学佛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怪怪的，因为他怎么搞的都会对着墙壁讲话，就课堂上对着墙壁讲话，我在上面讲一句，他在下面讲一句，为什么我上课都有声音啊？哦哦，原来他就在对着墙壁复述他听到的，哦哦，真的是这老先生很有趣，哦哦，然后老太太呢也很有趣，哦，现在老太太来出家了，老先生还在家里继续念，哦，这500遍这件事情就是 你完全不可能嘛，你在5年前6年前你没有人是这样子做事的啦，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啊，这个不是难的啦，念100部以上的人有16个了啦，哦，那么厉害啊，啊，是不是？好，哦，连那个从来没学佛的那个啊，上次那个江先生江继承呢，不70部了，太夸张了啦，啊，哦，如果说以那个学经历来讲，那个台大的哈，哦，教授啊，哦，他竟然念了70部啊，是不是？那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哦，那我们现在呢，我相信这圆觉经讲的，我相信，我只要我们坚持清净，这世界会清净，你相信吗？哦，是不是？好，相信的举手，你看已经很多人相信的，是不是？就这样，已经很多人相信的嘛，哦，是不是？虽然你们三个才刚来，你们三个也是可以相信啊，加入赶快，哦，没加入不可以回去，哦，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叫什么联盟，哦，跟佛陀联盟，哦，因为佛陀相信这件事情啊，我们要不要跟着佛陀相信一下？如果佛陀傻，我们就跟着他傻，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是跟佛陀绑在一起嘛，命运共同体啊，哦，所以呢，如是乃至净于虚空，缘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你要怎么达成？就先从你自己相信，从心开始清净开始啊，哦，好，清净讲到这里是不是最极致的？整个世界都净化了，哦，清净，哦，很棒，哦，如果是这样子，真的指日可待。 好，接下来呢，诶，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接下来讲平等，为什么清净很重要？因为呢，清净了之后啊，
这个世界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世界的不平等啊，源自于人的不清净，因为人有我嘛，所以就是为了要我得到最大的利益，因此就产生了不平等，有没有？是不是不公平？每个人都要活着，为什么有的人就活得比较舒服？有的人的舒服就要活在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有没有？可是事实上，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有平等的生活权，有每一个人都要平等的有享有同样的自由跟快乐，应该要这样啊。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喜欢吃好吃的，可是我们喜欢吃山珍海味，那请问对那些山珍海味公平吗？不公平啊。为什么他就要成为被吃的那一个啊？那人就会这样啊，就发明一个看法啊，上帝创造的动物就是要给人吃的，这是上帝规定的嘛，你觉得公平吗？神爱世人，只爱人不爱动物，不公平是不是？不公平啊。好，我们创造的社会所谓高的阶层啊，叫做王族贵族啊，然后呢有些人就是要服务于王族，叫奴婢，有没有？就是阶级是这样啊。啊，我们要做生意，就有老板，有员工，是不是？所以呢，这叫做不平等。不平等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是要从根源，就是我们的不清净开始。如果我的心里面尊重每一个人啊，哎，这个世界啊，没有烦恼。所以平等不动啊，你要知道哦，其实是觉性的平等不动。世界上的所有现象的不动，是因为你的觉性，每一个人都觉，每一个人都安住在觉性上，你就会达到平等。如是乃至所有的一切的根源是觉性啊，这平等不动哈。好，那如果觉性平等不动，觉性就怎样？觉性变满，然后清净又不动了之后呢，哎，就开始叫做无边。刚才讲的是无方，有没有？无方就是没有边际，心量就会广大，心量就广大。这时候呢，六根遍满法界，六尘遍满法界，四大遍满法界，所有的一切世界遍满法界，就是意思就是什么？清净是遍满法界，不动是遍满法界，平等是遍满法界。这个时候叫做净土。净土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它都是如此的清净，而不是只有我家干净，外面很脏啊，有没有？只有我家清凉，外面很热啊。是现在目前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呢，哎，我们希望怎样？整个世界都是要清净的。好，所以有比妙觉性遍满故，根性成性无坏无杂。好，那这边呢就讲，如果这个世界啊，所有的幻都去除了之后，你现在全部都是清净的，而且这个清净是不坏的清净，不生灭的，叫无坏。无坏就是不是无常的，好，无杂就是纯粹的，很纯粹啊。所以这是这边讲到的无坏无杂哈。好，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啊，这觉性圆满了之后，实在是太殊胜了。只要觉性成就啊，哈，根尘是清净，对不对？然后根尘是清净之后，世界平等，世界平等之后，这个平等还是普遍性的。我们现在还差很多，有没有？我们现在呢，能够影响的就是，至少我学佛，
我在我的家是很平等的，啊，我自己的个人的修为是很平等的，啊，我在的道场，我们希望我们道场是很平等的，很清净的，啊，每一个人都互相尊重的，我们只能先做这个小范围的，对不对？但是小范围的可不可以扩大？可以，刚才就在讲，你先从小范围做起，你就会影响，好，就会一时百千，好，就是六根功德，有没有？六根功德啊，叫一时百千流遍三叠，好，有1200功德，这六根啊，真的是很殊胜。好，那有这样的功德了之后呢，哎，这整个世界都清净。所以如果这样子来讲呢，根本性解决烦恼跟对立的源头呢，根本性的解决呢，就是不起分别心，不起凡夫的分别心，有没有？就不起。好，因此他讲哦，菩萨如果真的懂这一套修行方法，就怎样？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增毁净，不重酒席，不轻出血。这个是不是相对法？缚跟脱，有没有解脱跟束缚？好，生死跟涅槃是不是相对法？好，持戒跟犯戒是不是相对法？修得好，老参跟出血相对法，有没有？这个相对法你都不分别，平等，就是你的心是平等的。好，因此我们就练习对境，就练习不生分别。请问这个不生分别是不是就中道实相观？不起妄想，不生分别，时时刻刻清清楚楚能够做主，不生分别就坚持嘛。好，那你如果还是又分别的时候呢，你个参话头就问啊，谁？你就问啊，谁在分别啊？是不是你的念头你就问你自己嘛，以心问心，以心追心，以心破心，再破了一下，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个我啊。好，听得懂吗？就是一个话头，时时刻刻就参谁，你的那个谁呀，就会帮你守住那一个觉性。好，所以这叫一切觉哦，一切觉。好，此菩萨及末世众生啊，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哦，哇，怎么会这样子？现在的结论就是，你这样修没有成就。哇，这个佛陀这样讲，我把人家吓死了，有没有？你前面本来觉得你已经快要成功了，对不对？就佛陀跟你讲啊，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啊，亦无成就。哇，这是什么？现在开始要告诉你哦，前面那个修呢，是假修、幻修，以幻修幻啊，你不是在问吗？如幻三昧怎么修啊？那我跟你讲说，没有方便，没有次第啊。你又说不行，这样子我们不会啊，迷闷，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讲怎么修，好吧？那佛陀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讲复杂一点，就讲戒定慧，然后呢这样子修那样修，哦，听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东西，一直记笔记，有没有？最后呢告诉你说好，就这样，哦，没有修。有没有？那你一要觉得有的修，哎，可以啊，没关系，哦，所以为什么呢？祖师大德很厉害，哦，他就设计一套方便行法，要不然你全部都没有，不会修啦。你看阎王宝忏来了，我要忏悔，
其实你真的忏悔一念心就够了，我誓不再造，有没有？可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保证你真的忏到心里去，有没有？好吧，那我们就来编啊，你要怎么讲，你要怎么念，你要怎么，哦，有很多经，好，念念念念念很久，你要念五天啊，然后你还要拜佛哈，对，每一尊佛都来磕头啊，谢罪哈，是不是？好，所以啊，这个有很多仪轨，很多仪式啊，他所有的人通通都来，好，来拜佛，来忏悔，好，你要拜一百拜，拜一千拜，拜一万拜。所以佛陀呢，他其实说的所有的法其实都是无修无证之法，无修无证之法应该没有语言文字，可是你就觉得很抽象啊，所以好吧，那我们来讲讲如何降伏起心啊，然后讲到最后，须菩提说啊，请问世尊，这个名字以后我要讲这一段的话，请问它叫什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有没有？好，那阿难呢去托钵，结果呢被差点回不来，然后回来说，哦，佛陀你赶快来教我，我要怎么修，我一定要认真修。好，所以就开始讲大家讨论呢。好，讲完了之后呢，阿难说，请问这个法会叫什么名字啊？叫大佛顶啊，这个楞严经要修楞严三昧，全部都是假说，都是因为什么？你说一定要说出一个修法嘛，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方便的次第，让大家觉得感觉好像有在修，有没有？所以我们在讲那个三种三昧，方等三昧也好呢，好，或者是你要修这个常坐三昧，好，或者是修常行三昧，你就有一轨嘛。一开始你要先把坛场先弄干净，好，衣服洗干净，好，身体洗干净，斋戒沐浴，有没有？好，然后呢，我们要礼请所有的佛来，好，然后我们要怎样供佛，然后接下来呢要念几遍经，还要绕佛，啊，一边走一边念经，是不是？我们就有很多的仪式啊，很多的仪式。好，这个仪式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怎样有事做，其实就是有事做。所以后来一想，因为我们师父很厉害，他如果2000个弟子啊，每天就是狂心顿歇歇即菩提，那边有多久大家就跑光了。所以呢，师父在的时候呢，他就每天呢就是出很多主意，让我们忙得不得了。就是一下子要盖道场，要多少？哦，70亿哈！那钱怎么办？赶快大家去帮忙哦！好，所以那要开禅修班，好，上课啊，怎么上？还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来编教材，赶快好啊！找人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好，然后来选一个会长啊，然后他们开始去开会。然后我们每年都受证，好，颁证，拍拍手，好，来跟师父拍一张照片，好，为了拍那一张照片，好，你要捐100万、200万、500万、700万，好，1000万，好，那你平常呢？以前赚钱只是自己用，现在呢？哦，我赚钱可以拿来给大家用，哦，我要更认真赚钱，赚多一点，好，而且呢，我们还要没良心的钱不接受，好。是不是？所以你要良心做事，啊，他赚很多钱，然后哇，来供养师父，我们都要问你这钱哪里来？偷来的吗？啊，不是，好，那可以，我们接受，是不是？啊，接受还要看我要不要接受啊？是不是？好，那你还跪下，哈，不够诚意，我不要接受啊。你看这个不是就忙了一堆哈，啊？忙完了，哎，师父盖完了啊，拍拍屁股，拜拜。走掉了，他去哪里？他去其他地方继续盖道场，盖这道场谁用？我们自己盖了也没在用，那众生大众都在用，所有的众生，你去问进来的有几个有捐？没有，是不是？
嗯，没有捐为什么不能用？你自己说要给大家用的，对啊，是啊，啊，捐的人、建的人也没有说我只有自己用啊，我就是要捐来给大家用，要建来给大家用，这是我们自己的发心嘛。啊，会批评的几乎都是没有捐钱的，捐钱的他都觉得哎呀太值得了，你看这个道场发挥这么大的功能，捐的人都很欢喜。帮忙我有见到啊，我有帮忙那一块水泥，我有帮忙，我帮忙捐到一包水泥，好，那一块砖是我发心的啊，是不是这样？好，如果没有这么多事情要忙，我们每天就是在里面打坐打坐打坐再打坐，你看那会不会成功？不会成功。但是借由这个建设做这个有为法的过程，你有为法如果没有转换成无为法，你一定起烦恼啊，起的烦恼就啊，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明明建道场是好事，怎么起烦恼呢？一定是啊，观念不对，好，开始改。所以借由事来发现自己的盲点、执着，然后转换，转换成就，觉就现前。所以你没有事修，你很容易落空，没有东西可以修。好，那你要成就多大的、多少的群众、多大的发心啊？你就要怎样，心量就要广大，不能够小气，我就做那么一点点就好，不是？也是就是你的愿心嘛。好，所以呢，菩萨和末世众生啊，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你真正修到最后呢，你其实会知道，没有能修之人，没有所修之法，全部都是方便修，借假修真啊，有什么关系？所以建如幻之道场，做如幻之佛事啊。我们什么宴坐水月道场，大做梦中佛事，不是只是吟诗啊，好美哦，放在标题啊，是真的。我们是来真的，来真的，很认真的做啊。不会说反正这些都是假的，所以随便做一下，不是，你很认真的做，因为你知道你在练的是什么，这个是如幻的道场，但是练的是你的不幻的真心，有没有？他讲非幻之人啊，会出现啊，非幻的那个心他会出现。所以你看，当我们能修跟所修都没有的时候呢，圆觉普照，即灭无二，这个境界才是真正我们要修的大圆觉的境界。你要先把有为的那些成就不要沾沾自喜，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你修行的目的啊，建道场不是你修行的目的，是不是？是透过建道场而让大众发菩提心，真正的圆满那个觉性，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否则你一定会迷失。做到最后你会问，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就是这样啊。 有的人很发心啊，那发心到最后呢，所有的人都找他，你看刚才那个弟弟来，每个都要找他，他刚开始答应的时候很高兴，第三天就要起烦恼了。有没有？这么每个都要找我，吓死人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你看，像文斌他都没有吓到，因为他已经吓过了，一来就要抓蛇啊！第二天就是屋顶啊，第三天又什么？反正什么事情都找他啊！人家就最近在抱怨说，到最后还不是只剩下我，说刚开始都说，我们一起啊，到最后怎么剩下他？那你还要接受啊，因为唯一哈，就是我们到最后在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记得，要记得，要不然就要起烦恼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人为什么？因为其实本来修行就是你没有在问有多少人的啦，你只有问你要不要做，这些本来就是要归零，通通都归零啊，即灭啊，无二，
我们的执着能够归零实在太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他讲哦，所有的佛啊，有没有于中百千万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所有的佛都这样，所有的佛的世界都是如此乱起乱灭。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这里乱哦，不要怕，他用乱呢，他还不是说什么起灭生灭哦，他其实写了一个乱呢，你看。所以不要觉得只有我们这里最乱，全世界都很乱啊，那你就你让他起让他灭，你管他，你不要参和就好了，不急不离，无福无托啊。我们会起烦恼哦，常常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标准，有没有啊？哎，这个刚刚我就问琼慧说啊，那个你住那里还好吗？他说哦，那个是打呼哈，打呼很多很多声音打呼哈。我说那怎么办？那你去换去另外一间？他说那间也是很严重，所以没有哪一间没有事，没有哪一间没有声音，所以不是换了一个坑。有一间睡不着的那一间都没有打呼，因为他们都没睡着，都不会打呼啊，因为都没睡着。好，会打呼表示他们都睡得很好，所以就要看你是属于哪一个。你睡不着，你就去心目法师那一间，因为他们那一间都没有睡着，都没睡的一种，都半夜都在醒着的，因为都没有呼声啊，你很确定啊，都睡不着耶，是不是？就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啦，只是你，只是其实哈，老实讲哦，你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地方不可能。你以为你只有打呼会吵吗？你睡不着的时候，外面那个虫的声音才严重，哎，那都不知道什么虫啊。就叫得很奇怪，就很诡异哦。自从那一天蜈蚣跑到我的脖子了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在想，会不会又掉下来？它到底是从哪里跑进来的？是不是怎么无缘无故出现在我的房间呢？是很恐怖哎，啊，是不是？是不是自动跑出来这样哈？啊，譬如黑猿在乳室睡，安可怎样睡眠？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好，想一想，这个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要精进，好，是不是？因为世界就是乱，他就不按牌理出牌，他不会照你的规定，不会照你的期待，你只能怎样？哎，随缘，好，随缘哦，好，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是真的啊。这个梦实在很有趣，因为尤其是用梦来讲我们的世界这个幻，因为每一个人做梦都没有规范的，梦是他不会照你想要怎么做他做出来的，是不是乱梦？就是乱梦，所以那个真的啊，这世界就是这样，不会有人照你的想法去做的啦，因为你自己都不能做主你自己的念头，你怎么有可能有人要听你的？好，叫你不要这样想，你还不是一样照想？所以你不要痴心妄想说别人会听你的啦。只有能够做主的人，才会有人要听他的。佛陀是这样，佛陀不做梦，佛陀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做主的。我们还在做梦，我们就不要奢望别人要听你的话。是不是啊？所以呢，众生本来成佛，你只要让他回去听他自己不做梦的那一个，他就会找到他自己那一条路。啊，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啊，如昨梦故，当知生死即于涅槃。如果是像梦的话，来无所来，去无所至，没有来，没有去啦。因为就像梦嘛，好，好，因此呢，他其实在解释什么？为什么到最后呢，告诉你，
没有修正啊，没有能所，没有次第。因为前面告诉你的次第啊，是方便说，我们不妨碍照着做，做完之后呢，还要怎样把能跟所能够怎样归元。所以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能证者无作止认灭。这个作止认灭哈，后面还会再特别再讲，这是四种病。好，四种病，菩萨的四种病。好啊，我们呢？我们其实的其中都是修行是这样，要做嘛，从做开始，从止开始。好啊，结果做跟止呢是方便，你不知道它是方便变成病。好，所以呢，能证之人呐、啊，无作止认灭，在这样子的能跟所的一种观行当中呢，无能无所就能够就近解脱，这是最圆满的啦。好，好，善男子，彼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亦不迷闷。这样就对了。好，这是结论，这一段讲完了，这样有比较懂吗？啊，有啦，哦，要啦，有啦，要不然普眼菩萨这边帮我们请法，你还说，哼，那还不是讲一样？哦，是要相信你是可以的哦，哈。这一段的总结，哈，在每一段最后都会有一个寄送。你如果觉得前面实在好长哦，讲得很详细哈，长行讲得很详细，你最后寄送它就是浓缩前面。等于是摘要，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对不对？前面刚开始是不是教我们观身观心？好，身要怎么观？四大，有没有地水火风？全部归元，地归地，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所以没有我，没有身。心呢是依尘而起的，所以没有尘。没有心，没有妄心，妄生妄心都没有了，如是见修行，然后是不是清净？接下来是不是就清净清净清净？从哪里清净？从心清净，有没有？然后眼根视眼视色尘，然后耳根耳视身尘，有没有？闻尘，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然后呢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清净，然后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清净。好，然后佛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十七诸道品清净。好，清净了之后呢一世界清净，然后呢多世界清净，一生清净，然后呢多身清净，所以身心世界全部清净。好，有没有一切悉清净啊？哈，好，一切悉清净，接下来呢就不动，有没有？就平等不动，平等不动，到处都平等不动。然后平等不动到哪里？遍法界，满法界。好，好，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圆满了？好，圆满之后呢，开始要。少哦，已经建立的，对不对？建立的修行的次第戒定慧圆满了、哦、接下来呢就要破。好，无能修之人，无所修之法。能修之人呢就是无作止认灭、哦、这个就是无能证者，有没有？好，那这个世界呢没有真实的清净的世界，无得无失、啊、一切佛世界如虚空之花，所以没有来没有去，没有得没有失、啊、最后就是无修无证，这是究竟的境界，圆满的境界、啊、所以初发心的菩萨，末世的众生要入佛道的话，应该如是次第
如是修正，如是住持，如是思维。好，这样了解哈。好，所以消化一下，普眼菩萨。好，我们今天讲的普贤、普眼，啊，都在讲什么？幻的次第，如幻三昧的次第。普贤菩萨的幻是什么？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有没有见次？啊，没有，没有见次。就是你要知道知啊，好，那你还要再继续，那见次是什么？普眼菩萨就讲戒定慧，有没有？那戒定慧破了这些幻了之后呢，哎，你就可以得到清净，最后呢无能无所，修而无修。所以佛陀讲呢，哎，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不执着一切善。所以要不要做？要，什么都做啊，随缘，能够运用一切的假，做一切的事，来回归到自己的心。好，所以做一切的佛事，所有都是佛事。好，那他要变成佛事呢，就要怎样？要回归到自己的清净心，不执着，那你就真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功德。好，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圆觉经》的两位。好，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谈后面的部分哈，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好，要来谈无明跟轮回啊，两个重点啊，一个讲无明啊，一个讲轮回。好，然后接着就接清净慧菩萨的层次，修行的层次。好，好，来，我们来回向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感恩教授法师慈悲授课，大众自诚顶礼教授法师三拜。向佛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教授法师，免送阿弥陀佛。大众自诚礼佛三问讯。